他是最具人气的00后顶级偶像，也光芒万丈，依旧不懈寻光。2018年相继推出《恒温动物》、《在 Overrun》、《Don't Tie Me Down》等音乐作品，以不安于前的非凡勇气和超前意识主张，引发强烈关注和热议，当之无愧。2019爱奇艺尖叫之夜音乐单元年度男歌手，易烊千玺。恭喜易烊千玺！各位，让我们用尖叫送上易烊千玺到台上接受荣誉。祝贺千玺！在此有请我们的荣誉揭晓人魏博士为他颁发荣誉。好，请易烊千玺来发表荣誉感言，有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，然后，非常高兴能获得这个奖项，然后我之后会继续做自己喜欢的歌，然后出自己喜欢的音乐，然后去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风格，然后谢谢所有的粉丝，还有我的公司，谢谢。千玺刚刚过完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有没有收到特别一些的礼物啊？特别的礼物其实就是当天办生日会，然后能跟粉丝就一块过生日。对，而且你的雕塑非常棒。谢谢，谢谢，再次祝贺你，千玺，祝贺。